顺便是就是有点好，正面就是有一点小性感的风格，然后就是有一点像民族风的，就有点像柳苏的感觉。然后背面呢是一个 peace， 然后会就是我把它对就剪成一个 peace，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应该说这个七号这个标志。所以你那天后里面有穿吗？你都会穿小丑爱单穿这件，对，不要穿，对对。那我希望就是从这件 T 恤就是可以表达就传达我的爱，然后给所有的朋友们，然后对，希望我们这次这个大家可以就真的抽奖，然后可以怎么样？我们是抽奖，就我们会送这个 T 恤，对，然后可是抽奖的前提是他们要有四张。是要有四张已经当天的票券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当天的票券，这样子就可以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个 T 恤。好，谢谢。有点做失败的，哪会？对啊，可能要有时间让我抽一下好了，不然抽到人也是有点亏，也是有点痛，对不对？谁舍得？我的概念就是我喜欢把一些就是小东西加上去，所以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呈现的方式，然后就别上我喜欢的东西。那很缤纷的豆花。我平常本身大家对我来说可能会觉得我就比较可爱，然后因为我代表希望，我刚刚有说，所以我比较喜欢缤纷的东西，所以球球很多彩色的放在上面，充满了希望跟梦想。然后因为我平常非常喜欢吊带裤，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喜欢的那种布装粘在上面，就是烫。所以跳跳虎跟笑脸也是我自己平常，就是我觉得比较活泼跟充满着开心的氛围，所以放在上面。对，好，还有做得很快的，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衣服比较个性一点，然后简单一点的，所以我到时候当天会搭配更多比较特别一点的配件。但因为上面呢跟那个一心友情赞助了一些可爱的小徽章，然后有一些猫啊什么的，我就很热爱动物，所以也刚好跟这一次 T 恤会捐出去那个10%给流浪动物，我觉得也蛮相呼应的。后退一点吧，太对 ，OK。来，先看中间。好，大家先看坐椅子的哈。好，看坐椅子，中间。